你不要只在失智哦，才几岁而已。你不要一直扎你很痛，我帮你把眼睛拨开。林凯，你来帮他拨一下。我自己拨了。不要，你手很脏。你手很脏，你。哦，有你没有这个没过来啦。进来了，进来了。没有，快一点呐、啊！不要，为什么这样子也要甩？这样子我等下给他踩穿，不会危险。快一点呐、啊！快点啊！我眼睛好酸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看眼睛酸要点，林凯快帮我一下，我这个需要一个护士。你要水不用钱。还有一只眼呢、啊。点了啦。还没啊。睁不开。不行不行。他现在眼睛太亮亮，睁不开。不然快脏了。好、哎、快，我去把车骑走。然后说个感言，眼睛怎么舒不舒服？哎，你手不要弄。眼睛有没有很舒服？哎，曹操钥匙拿来，我把车钥匙在上面。曹操耶！他眼睛睁不开了。曹操瞎了。我在这边。好吧，已经要当乘客了，因为你眼睛瞎了。